着他们哦。好，三二一，好，那我们再一张交换一下。换一下 pose 好了，然后手板收一下好了，手板收一下。哎，不要这样子啊，宇威，你这样子人家会认不出来。好。不然这边谁的医生的资历最打怪那个是好，这样打怪好 ，OK， 好。那两位医生在中间好了，然后其他的护理人员打你们这样。好，好，非常辛苦哦。好，视线一致，请看中间。好，各位视线一致，请看一下各位的右手边，看一下各位的右手边。我相信也有蛮多师兄师姐的手机想要收纳各位的倩女。好，那大家视线一致，再看一下中间一下。再看一下中间一下，大家视线一致。好，各位视线一致，看一下左手边，各位左手边，看一下各位左手边，哦，左手边的摄影跟各位持有手机们，好，这样 OK 吗？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在，在慈济这边的一个医疗体系里面，其实每一个医护人员真的做事非常的多，他们超斜杠，他们要做，还要安慰所有的一些病友啊，这些事情。非常多的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好了，那就交给各位。好，我们比较多，没声音。我们在那边，我们在瞎闹，在这里瞎闹。那个佑真本人，反正就是，因为我看剧本的时候，就是里面真的有很多，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然后就问佑真说：“啊，如果真的遇到这状况。”你们真的要这样处理吗？比方说，你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对家属表现一些情绪？因为那真的是很难免的，因为有些，反正我说我们情境里面设定可能会比较夸张一点，因为戏剧上面什么关系。可是就是，如果说家属真的有一点，就是让人很想抓狂的话，让你很想抓狂的话，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抓狂？这样，我就是问护理师。然后我记得佑真跟我讲说，还是要尽量的忍耐。如果是他的话，他还是会尽量的忍耐。但他一定生气是一定会生气，但是，对他来说，他自己觉得他是没有办法真的像用一些比较情绪性的字眼去回击家属之类的。但是我们为了剧情，可能 maybe 我们需要做的夸张一点。然后我在想说，这件事情就是很对我来说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平常不会被这样对待。然后，尤其是他们的工作又这么高压的话，还要被这样对待的话，我就想说到底怎么忍得住？就是不可能忍得住啊！所以我就是说，他们要感觉很全能、很超能、很像超人啊，或者是要有一些。就是太那个意志力，因为太过坚强，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太对我来说真的很，就他们真的太辛苦了。这个超能的感觉大概是这个样子。五朵花的小薰呢？哦，我刚刚就是分享我在戏里面，我其实有问星宇他这个人，然后他说。真的，他那时候有一个病人，真的都要准备走了，可是他是连碰都没办法碰，只能等，好像是等医师来，然后判定他真的走了，他也没办法碰，只能等那个好像收尸体的人把人拿走的样子。所以我就会认为，哇，你身为护士的职分，却什么都没办法做，那种无助无力的感觉，其实蛮痛的。对，这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一般，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帮这个病人善后一些事情吧。那子熙，五朵花，陈远。我觉得小徐那场。我也是印象蛮深刻，就是我们就看着他没办法救那个病人。那我自己面对的这个角色，面对到就是有一个毒瘾犯，他觉得他被关太久，他真的要离开，他就去，他因为病房里也没有工具，他就拿了一个筷子，
然后他去厕所，就是找一个没有监视器的角度，然后去厕所把他的那个前面削尖，然后他去开他的那个窗户，但是其实每个病房的窗户都只能开这么小的五公分的缝，但他努力的想要把那个细缝打开，他想要从那个窗户跳出去。这是真的，不是很？对，但这件事情是真的。对，还有汤匙啊，汤匙掰歪。对，汤匙掰歪，这样都为了想要逃出这个在他们心中的牢笼。对，但我们都很能想象，可是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你们有吗？我们很平静，为什么那么？我们很，你们太舒服了，很 peace。但是会牵涉到暴雷，会有暴雷的问题。没有。哦，因为我的角色是他有流产啊，我的角色，对。然后我觉得，因为也是真人真事嘛，我觉得他流产完之后，他还是决定要。因为疫情，然后进来这里就是隔离，分开自己的家人，然后自己身体好，他还是决定要来继续抵抗疫情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对，也很大爱，也非常大爱，在我的这个角色上面。而且听说你在疫情前结婚吗？对，然后我真的也没办婚礼，我真的是因为疫情就一直演，然后就没办了。那婉婷的角色好像是真实，也是妈妈嘛，对不对？佩柔有小孩了吗？怀孕？没有。摇头。佩柔现在小孩。哦，对，他那时候是要结婚。也都是要结婚。对。所以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没有结婚。都没有结婚，他也就是真的已经要下个月要婚礼了，但是就是今天发布三级警报，对，就是无法，一切延宕这样子。嗯。然后在过程中有很多跟两位医师说怎么办，真的，我们病到是没人要来，劝退你是不能办，你要办你可以办，但是看着办，你就看着办。好，因为刚刚其实有聊到说大家在穿脱一些防护衣啊，都很辛苦啊。然后其实雨薇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她甚至还你知道，她为了要，因为她是小儿科的，所以小儿科医生有很多跟小朋友亲近的方法。雨薇试一下聊说她，因为她还会这样会折一些气球，就因为她说因为折气球那个一管关的声音实在有够多的，她说收音组都快想杀死她。对，毕竟就是在我们开拍之前，就是小儿科医师他们好像有设计说，折气球也是一个方式，可以跟小朋友更有那个贴切，对，贴近他，那不会那么有距离感嘛。那就变成，所以在拍戏前就真的要学要怎么折气球，折狗气球的形状，发现好像当中这是折的当中，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拍，因为那个声音一定很吵，咔咔咔咔咔，然后那个也是一个过程，那个过程也要蛮久，光那一场看一个人折气球的话，应该会转台。所以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就是好，我们就是就是折那个尾巴，然后就放在那边就好了。哦，收音组才不会讲。对。那我觉得折气球这个应该不是最难的、啊。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这个角色伍思凯是一真人，而且他为了他的身份，他也不想透露给大家知道，他也蛮隐秘的。然后觉得其实基本上是有在一直在做调查他的资料，然后也有在看他所有的动作，他任何的动作就是眼睛、眼镜、手势，走路都一直在模仿他，模仿到最后，我会有时候回到家会觉得，好像太多这些手势太多，会不会就是就会把那个焦点带走。那反而是因为我看到本人是一直这样，就是面对面的一直在讲话，他就是无时无刻就一直在那些小动作，我觉得好算了，没关系，这样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要演他，我要模仿他，那就是我的责任，那我要就是做到底，然后讲话非常温柔，然后就我越温柔，我的
就是而且又戴口罩，声音越来越小，然后最后一场，这些听不到，听不到，我就觉得有啊，还怀疑，这是最后一场哎、欸，最后一场戏的，我的最后一场。没有，稍微的，然后我真的听不到的，我都收麦了。最后一场才遇到你，我终于见到你，很开心啊。都越来越，而且要宣布，好像是挡不住了，然后就是宣布很大的那个事情，然后就要很低，又温柔，又要很小声，听不到。这段会被剪进去哦。我希望。确定我们不是那个声音？哈？可以大声一点吗？对，就蛮好玩乐的。因为现在疫情又起来了，就是有点点啊、哦，有。那你现在又演这个疫情的戏，有没有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过程中最挑战，刚刚就是一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是我记得跟郑权有一场戏很深刻，因为我们的身份就是教师要守护。我们北慈的这个医院嘛，然后我们无数科一直在关注，就是确诊的数字啊，然后要怎么防护。但是当那一场就是拍的那一场，我不好 follow， 就拍的那一场有点走火入魔，因为就是觉得好像无力了，然后我自己就是有点崩溃，自己心里崩溃，然后就是跟郑权对戏，我默默的眼泪就是有点含着，然后。你说脏话，我不能露那一面，然后觉得那一场非常深刻，很难，就是希望是有拍得出那种感觉。角色没有要你默默含着泪，没有，自然而然就是觉得我们在开会嘛，对啊，我们只是好好的聊天，然后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一直到最后，听不到。到最后，哎，宇维，因为你是演小儿科医生嘛，所以你也间接也要去田野调查，学习很多医生的知识，对不对？对。那你学这么多一些医生知识，在你的家庭地位有没有有所提升呢、啊？没有，没有得到那个小朋友一个仰望。有啦，有，哎，就是，但是我绝对不会啊。我绝对不会用在我真正人生当中，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这部作品的播出呢。对，反正就是叠字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已经打破了，我已经尽量。我相信等到大家啊，各个小孩子看到宇威叔叔演的医生之后，可能就会更加的尊敬你。哦，也希望是有希望。好了，因为郑权因为演大爱的剧，也演了很多的医生哦。其实听说在拍的时候，也都被这边的一些病友们以为是真的医生哦，甚至还去问他很多事情。我觉得郑权这边也可以帮大家分享一下，你变成一个戏剧的医生，走到医院来，大家都认为你是真的医生，你这一副医生的样子。对，因为听不到太小声了。我们被误认的时候，其实最长的时候是我们两个走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一个的话，大家还会有一点怀疑，但当我们两个走在一起，就想到医生一定会跟医生走在一起，所以就会跑来问我们说，就啊，请问我看诊要去哪里？我们就很尴尬，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不想给错的资讯，所以就刚好附近有师兄师姐的话，我帮你问一下，我们在拍戏，不好意思。他们会不会觉得医生很不友善？我很怕制造这样子的坏印象，非常非常怕。那你有讲说你是演员吗？有，我们就有跟他解释，但是因为我们通常在拍，尤其比较浪的时候，工作人员都在很远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在拍戏，他会左右看说没有啊，不想回答吗？为什么说你在拍戏？所以我们还是就很直接的说，我这可能不大清楚，你可能问那边师兄或师姐，就是尽量不要制造大家的坏印象。我也有被问呢，对，就是。然后呢？你怎么解决？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他问我放射科怎么走。嗯，还好我去厕所的时候经过放射科，我就回答他了，就是因为我们穿的就是那个样子，就是然后戴着口罩，就是跟他们一模一样，所以，然后我那时候在拍戏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怕被问问题，因为感觉有很多人就是要冲着你走过来问问题这样子。然后就会一直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就是不敢站在一个定点。括号，我可以帮我拍进去。对，然后
就不小心还被逮到，就是被跟就是人逮到，然后放射科在哪里？还好我知道，因为回答不出来真的很尴尬哎，就是会觉得很不专业的感觉，因为我们又穿成那样，就是不应该回答不出来的。哦，扮相很认真啊，所以大家都会。对啊，就是代表医院的那种感觉。对，那个十滴十滴的那个三朵花，你们的那个护理师之间的情感，可以谈一下吗？因为其实一般人不知道护理师之间在防疫当中，那个你们怎么演出他们的情绪？你们有什么聚会的方式去让你们真的很像那个五朵花小组的概念？我们前置作业做的还蛮久的，所以我就其实在这当中，我们五朵花的感情就还蛮好。然后下台中，我们几乎都会到，比如说谁的房子里面去聊天，对，收工以后会一起吃饭聊天，对，就是大家感情真的蛮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们有一场要拍宿舍的戏，那是第一天，算第一，就是很前期拍摄的很前期，然后就要拍我们四个人。我们三个还有魏曼，就是在宿舍闲聊的一个对象戏。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其实不熟，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拍，可是就是很好聊哎。那天就是因为要拍一些就真的是瞎聊的戏，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那个隔阂感尴尬，然后要硬聊那种感觉没有哎，就是。我是觉得没有了，还是你们觉得有？没有，没有。我是觉得很不尴尬，我觉得很自然啦。对呀，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可是那时候真的不熟哎。对，可是因为有些人问问题，问他说，哎，那就是也不敢问他其他的状况，可能就只能硬聊当下。但是我觉得问你们都会回答，对，就觉得你们真的很平易近，可以，然后可以自然的讲。我们也会回答。哎，我想生小孩，他们都说会啊。我们也会想要生小孩。好，很难遇到你呗。对，想要生小孩吗？想要生小孩吗？他竟然被我们识逼，你干嘛？这正是识。是没有台词，然后你们有台词，可是还是要有一些闲聊，要有一些闲聊感。就是导演不卡的时候，你就是要就开始找话题瞎聊。对，我们就是瞎聊。而且我们上镜完之后还有出来吃饭。自己是最会开话的，就当时要去。那个没有来的可以讲坏话，没关系。没有，其实不要。孝萱姐其实很对，我也聊天。孝萱姐蛮厉害的，对，孝萱姐真的很能聊，吓死人。最深刻应该就是，应该是有大概几场。因为他院长，他是演院长嘛，所以他一直在想要推吴志凯，就是想要让他升级到长官，当长官。那就毕竟吴志凯是一直想要维持一样的身份，然后当他的小儿科医师，甚至他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去一个地方，就是小村呐、啊。小春想要开自己的小儿医师，医院，就是变成就是有很大的拉扯，然后院长最大的拉扯是院长想要就是一直想要招更多的人，然后确诊病患一直进来北慈，那吴志凯虽然还没有升级或怎么样，他还是有一个责任感，就是把他守住。我们医护人员、医护同仁们，那就是变成我们的火花。我们毕竟就是还是要保护人类，但是一个是保护台湾，一个是保护我们实际医院，所以会有一种想要吵架、想要吵架的状况，但不能出手为宜的。因为我们是很好的。那拍摄完到今天又重回这边，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没有，我想要说，我要补充一下。当初在拍的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遇到，就是不管是医护人员或者那么大，我们无时无刻一直要
弯腰，因为看到我们就以为是可能是医护人员，然后或就是弯腰。啊，不管是所有人，就是走到一直要弯腰，弯腰，弯腰，师兄师姐，然后就自然而然就开始自己也在啊，谢谢，不管是备用啊，被问啊，或者怎么样，他们说啊，谢谢你，谢谢，然后我回问，谢谢，也不也不想要失礼。那现在就是不一样的身份了，所以觉得啊，轻松的走路，腰不会回到家腰不会酸的。也是2层，总共就是10几层。哦，然后我们在拍的时候就是要疯狂喷酒精。哦，对，所以手很粗糙，很干。但我觉得这好像有点那个哎，有点影响哎，好像有影响在生活中。对，那一阵子有。对，就是碰个什么就会去喷一下酒精，然后看到酒精就会想去按。那个。而且我们原本都想说，就是书画时间很短，大家原本都很开心，就想说哦，都要戴口罩，我们几乎很多场都戴口罩，想说好开心哦，书画时间好短。但演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不是想象中那个样子，就像小薰说，原本因为他也是第一天先拍穿防护，对吧？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好难演哦，导演一直说我没有反应，我没有情绪。然后他这句话就让我深深的。要去思考这件事，因为我原本可能没有想这么多，然后后来才觉得哦，就是你的情绪都要再放大3倍，差不多，对，或是讲的话的情绪才会就是可以呈现在电视机前面让大家看得到我们的反应。你在口罩下面，就是可能就是要很用力，可是又有点缺氧，对，然后如果真的我们要跟病患有情绪的话，我们也会要耗很大的力气。然后休息的时候我们都不想做，因为穿太麻烦了。对啊，这样上厕所就更麻烦。就不上。不喝水。有人因为这样尿道感染之类的？有吗？你好像不用问到那么细的。没有穿内裤啊？没有，想点梗。有尿道炎直接上去就可以了。挂号特别快，所以小薰真的第一天就面临那个很大的考验，被导演嫌弃。他被导演这样嫌弃，他就说：“薰，你刚刚有情绪在演吗？”我说我刚刚100%在演，我已经怒吼。他说：“哦，薰，好，那再给我多一点，再试一次看看。”哦好。然后第二次演出，我觉得几乎我已经用200%的。力气去演，他才觉得 OK 好了。他在哪？导演对不对？对对，是什么样的戏啊？你记得？就是北北的戏，我没办法去救他，然后我要惊慌失措，然后很气，然后眼眶又要红，可是不可以先掉泪，用那种很生气那种，然后差不多就像这样子。然后他就默默说，哎，薰，对对对，或是拍完也是看不出来。我说我有在演啊，完全看不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难。应该是你眼神太美丽了，所以要有那种凶狠的眼神，太难了。也不是，我觉得因为没有其他的，这个是包的太紧了。对，我也没有很美丽，不觉得我这印堂发黑吗？其实我刚才说，所以那天的造型就是这样。我刚说就是穿，这个说是会造型吧？对啊，我觉得长得像他有来啊，找谁也不是都一样吗？连我们真的穿完，就是觉得找谁一样而已。试看，我还以为很，他是看得出来飞戏了，你真的没有。对啊，那景轩那么用力演，然后回家又不舒服。哦，会耶！其实我每一天都蛮好睡的，因为太累了。我记得我们每次脱下防护衣都不是一片，都瘫，真的都瘫，而且会对这个防护衣有点阴霾。
就是会说下一次穿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最后一秒再穿就好，对对对，然后要做好心理准备，对，觉得压力有点大了，这样拍这段戏不就大家都脱水了，都瘦了，有瘦一点，可是下戏后又吃又胖马上聚餐哦，对哦，什么什么，他是唯一没穿，你就是最舒服的晚哎，快哎，你是最美的，他要结婚了，放过他啦，最美，就是对，我是全剧里面唯一没有穿放过，因为刚好他是谁啊，因为剧情没有演到，但是我是在定妆的时候第一个穿的，对，我定妆的时候因为也要测试说那个压痕大概需要多少时间，那偏偏我是第一个定妆，然后定完之后就在那边吃饭什么，也就真的这样带着，然后结束之后他们说，哎，那个剧本里面那个佩柔好像没有穿，我说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也是真的，他们很辛苦，因为我也体验到了，就是虽然只有那短短的一点点时间，我也感受到说，哇，这要穿一整天真的太了不起了，你们也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是是是，好了，实逼的真的很辛苦，实逼在五位真的是超辛苦。戏又重又多，然后还要面对病友们各种奇怪的需求，还有那我想起来，那个时候穿防护衣很，因为很热嘛，然后我们手套是戴两层，反正就是非常的热，可是喷酒精会很凉，所以我那时候狂喷，然后就嘎在身上，然后就是会一直想喷酒精，也有这个原因，是因为酒精很凉，所以可以稍微降下温这样，对。对，我们拍的时候冷气还是要。关掉，对啊，所以可以想象是非常非常热哦。对。那有一组的刚刚讲说，那阵子因为每天在这边打工作揖，回家腰很酸，还有什么后遗症吗？什么后遗症啊？哦，那时候我眼睛一直在闭，很蛮用力。闭眼啊，很用力，很用力一直在闭，就是下戏，下戏了之后还在一直闭。哇，这个。因为无疑是有，无疑是有。他边讲话，他的手势也会变这样，他的手会变这样，然后他就边讲话，然后越来越认真的话，他的动作也越多了，然后一直在做思考，然后做其中这样嘛，然后跟你讲话，然后哦。那你本来就是有需要模仿这个人，还是你希望？其实我是希望要是你这样，你尽量模仿。能模仿就尽量。那他不是不想曝光吗？我就要演到最底，开头被认出来，然后被让他被认出来。没有啦，开玩笑，因为他真的是还蛮，就是很温柔，然后温柔，然后他就是可能他自己的背景吧，我也是不知道，但他背景他也有他的困扰，很低调。拼命眨眼睛的，那会很伤眼睛的，会吗？会，然后皱纹也会越来越多。皱纹啊，哦，好了，回去可以戴眼影刷。好。那现在演完之后呢？不怕，现在是怕穿全防护衣。我觉得是又是另外一种。职业吧，另外一个 profession， 然后反而是越来越接近接近，然后私生活的这些比较普遍的一些角色，我觉得还蛮开心的，越来越能接受，然后越来越不会排斥。毕竟他们里面台词很多那种英文的专业名词，他们都会讲，所以我也。放松一些些。好，那差不多了 ，OK 吗 ？OK， 大家可以吗 ？OK。你 OK 吗？没有，我没有 OK， 是你们都不 OK。好 ，OK， 我们就要放他们回去休息了啊、哦。OK 吗，大家？陈璇有什么想要分享？对他一直都没讲话。因为我的篇幅实在就真的不是很多，而且可能因为十 A 的部分都比较欢乐，然后相对比较辛苦。我们其实穿的真的比较深刻印象，对我来说就是防护服，然后还有其实加上那个时候
有一段戏是妈妈问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待在这个护理环境，就是那时候疫情要开始了，然后其实家长们都会很担心，不管是可能有小孩的或是没有小孩，或是有妈妈爸爸妈妈要照顾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会比较难理解说他们还是选择要继续待在这个环境，然后跟大家一起对抗，我觉得是非常大爱的，就是连我们都可能要很犹豫，想说还是就干脆就不要了，然后回去跟家人团聚啊什么的。对，所以我在这边是有感受到医护人员的辛苦这一部分很深刻。好，那差不多了，我们演员要去拍照一下哦。小旭 ，OK， 在因为全部都在医院拍呀、啊。对呀、啊。那你会不会有想到说，现实生活中亲人送亲人的那个的那种痛苦吗？还是什么伤感？所以我那时候要接这部戏的时候，我其实挣扎很久，因为曾经妈妈她也就是肺癌，在医院里面我待了很长一阵子，那我就会认为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吧，然后再痛也就是这么痛了。那我觉得我在台中慈济拍比较没有让我回想到妈妈那时候的感觉，是因为慈济医院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它没有任何药水的味道？嗯，对对，就是会让我认为，哎，不会让我那么快拉回到那个时候在医院里面陪伴妈妈走过最后的那个路的 feel。对，所以还好。因为你曾经那时候医院待蛮久，蛮久，将近有半年多。半年你都在待在医院？都在医院，对。所以现在也就不会怕了，就来吧，反正再痛就这么痛了。对，怎么了？这是沉重的话题吗？没有，我觉得小旭真的是很乐观的一个人。他那时候讲他妈妈的事情，他都是讲很好笑的事，他都是笑着讲。然后，而且他那个时候他爸爸也到后期，爸爸也身体不舒服，他就一直台中新竹。隔天一早5-6点，他就是晚上冲回新竹，然后早上再冲回台中。他那个时候就这样，但他也完全没有，都还是笑笑的。笑笑，人生嘛，不就这样嘛？生老病死。那时候爸爸也不舒服。对，爸爸那时候好像是扁桃腺吧，还是肠胃的样子。差很多哎，我真的忘记了，我的记忆力，我忘记是扁桃腺还是肠，反正爸爸就是很常会这样来来回这样跑，应该就是扁桃腺又肠，还是都有，还应该都有，爸爸就很皮呀，放过人家，我真的忘了，对，谢谢。好啦，那我们演员要去外面跟本尊合照一下哈，好 ，OK， 各位 OK 吗 ？OK， 好。小军是谁身体吗？那就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带队带过去。对，带你们都带你去。谢谢。没关系，我自己分担。啊？可以。哎，你现在是谁？我现在是演经纪人。没有。对，我们没有。对啊。没有通知。然后现在呢？现在还是可以扫完。现在呢，我可以请他们留电话给你。对对对。哦。来的。现在来找我们。好。是哦。好。谢谢你们。谢谢。以后可能会。好，我们还有那个医生组的单拍，来，我们先请两位医生组单拍，来，两位医生组单拍，来。好，有没有需要看哪一边的？大家右边，好，看一下右边的。啊，医务姐姐们需要看一下你们。医务姐姐们今天很开心。好，两位的视线一起看一下，中间一下，中间再看一下中间一下。好，再补一下大会摄影。好，再看一下两位左边，左手边一下。左手边很多师兄姐想要看。二楼就是二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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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楼
好，躲下，躲下一下，躲下一下，躲下，躲下。两位医生这么帅，以后多来这边。你来这边拍戏好不好？拍戏，来这边拍戏的啦。好了 ，OK 哦。好，我们要请十一护理站的人来了哈、哦。好，请十一护理站。五朵花今天来了三朵。好，你们三位要是不想都可以的哈、哦。好，来视线一致，先看一下中间一下。来，看中间。好。再看一下各位的右手边。